Taste the feeling。西元1999年8月6号，今天得知消息说，将有部队闯进室内，所以我们得开会讨论应对方法。又来了，很伤心，有人想要伤害善良的法师、好人和佛教。今天短短两句，这是1999年的事，各位。不过攻击佛教，攻击寺院，每一个时代都有，各位。攻击善人，攻击善良的法师，也是每个时代都有。那我们主要是首先自己不要成为围攻佛教团的工具啊，各位，也不要成为围攻善良法师团的工具。我们要捍卫佛教，捍卫善良的法师善良跟善人。不过谈到捍卫佛教，各位大德就有谈到五种消失，巴利文叫做安达拉塔纳，安达拉塔纳就是泰语也叫安达拉塔纳，是泰文呢，这个词用巴利文这个词就变成泰文，所以泰国人都懂，听到安达拉塔纳就是懂了，马上消失，无影无踪。五种消失，各位，第一种是教理消失，有五个步骤啊。第一步骤是教理消失，佛教的教理，巴利是阿提卡玛、安德拉塔纳，或者是布里亚蒂、安德拉塔纳、安德拉塔纳。三藏，巴利三藏消失，不会有人没有人会背，没有人会背会诵三藏，先从论藏开始没有人会背，会没有人读，没有人会背论藏了，也没有记载了，消失了。当论藏消失后接着是经藏跟着消失。当经藏消失后，还有人会背，还有法师会背诵戒啊，227条戒。当最后到最后也没有法师会背227条戒的，所以经藏消失。当经藏消失就等于教理消失，到圆满就没有佛陀的教理了。这时候在论师就讲说，住宿师说，那时代的国王会敲钟打鼓，然后准备很多黄金黄金放在大象的背上，就敲钟打鼓说，谁会背佛陀佛语，世尊开示的法四句就好了，不用很多，四句谁会背会讲，你就拿大象背上的黄金去吧。结果没有谁会背，没有谁会诵没有谁会讲，就等于教理消失各位。当教理消失
就这些是时间消失，没有人修行，没有人修行，当没有人修行，接着就是厌证消失，Pativitta Anantarana，没有谁能证得佛法，证得法身。其实，在佛陀入灭500年后啊，祖师说没有谁教导，入法身、证入法身的方法。不过还有人证得法身呢、哦，各位，就是阿罗汉还有，都是在山洞里，在深山里隐居的。不过厌证消失，就是没有人证得佛法了。那时代，应该是连阿罗汉也涅槃了。那时代，末法时代，当厌证消失，接着第四步骤，圣人相征消失。圣人的相征就是袈裟，各位。在末法时代，在经典说，会有出家人呐，有些出家人拿会剪袈裟，感觉袈裟比较复杂，就剪一条黄色的袈裟，黄色的布啊，然后就绑在手腕这边或者是颈项这边，就代表。是出家人呐，是出僧人的象征。不过，僧人象征消失，那个时代是连一条黄色的布他也不带了，就丢掉，就表示说完全没有僧人了，僧人象征消失。虽然在那个时代，僧人。是一条黄布绑着手腕这边。佛说供养僧团呢、啊，那时代僧团共生啊，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啊，各位。所以共生很特别，各位，不管哪个时代，共生很殊胜。直到僧人象征消失后，最后呢？第五步，佛舍利消失，他都安德他呢，就是当僧人的象征消失，没有人会礼拜佛舍利了。从天界的佛舍利、海龙境界的佛舍利、人间的佛舍利、犯戒天的佛舍利，都会回归到菩提树，然后集合。而成世尊的像，32大人像再出现，有圣光，然后就起火，就燃烧到犯界天去，燃烧到佛舍利。完全消失了，各位，就等于佛法完全灭掉了。那时候，所以呢，捍卫佛教，各位，我们就逆向方法，就是要学习佛教的理论，经律论，还有。诵经也是哦，各位，像我们诵《准法轮经》也是捍卫佛教的方法。另外，实践呢，我们要努力修行，尤其是我们懂得，祖师的教导，将心宁静在体内第七中心处，这边是证得法身的地方，证得佛法的地方，要更努力修行，然后要修行到能验证。内在的中道，内在的法修，内在的身体，内在的法身，然后就分享弘法，跟如果能研修法身法门，那是
A 加，好吗？各位大德，所以法圣师父所教导常住法师呢，也是捍卫佛教的方法，各位。哇，Sorry, Coke.